Thank you.
亲爱的家人朋友，大家高炸平安，真欢喜，让各一拜会当来到主的殿中，做阵来敬拜阿罗疼爱咱的天父上帝。遐里即位，无论你即阵伫倒位，只爱咱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伊拍开咱的心，咱就是蒙恩蒙福的人。阿门。因为神的恩典，今日要收束予咱。阿门。咱今仔日要带着敬爱，要带着渴慕的心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亲近伊，来求告伊。咱做阵安静咱的心，做阵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满心喜乐，满心渴慕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阁是深疼爱咱的天父。主啊，感谢，感谢你的慈爱，感谢你的怜悯，好让会当无惊吓，会当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为你唱歌，来为你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在咱敬拜的时阵，求你予咱更加会敬拜你，求你阿教阮的心来讲话，求你予咱更加深会经历着你的同在，更加深会经历着你在咱生命中的力量。你在咱生命中奇妙的恩典，感谢你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宝贵的名，大家做阵来讲，阿门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有必要啊吼，来，咱要做阵向咱的主耶和华来唱新歌，来现在来请起哩。
们知道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一个大大的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主感谢你。是啊，主耶稣，这个时候我们人来到你的面前，就要开声的用你来说，用你来求，恳求你，恳求你收拾给我们一个清气的心，大大疼你的心，让我们内面有一个真挚的灵。是啊，主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吃出我的帮助，我需要来挖苦你。亚弟姊妹，跟我做阵来，向来主来唱歌，你该讲耶稣，我恳求你，我恳求你。耶稣，恳求你，收束我清气的心，让我内面有真挚的灵，不离开我，不放下我，耶稣，耶稣，恳求你，收束我清气的心。心多
会。是罪人，人拢无能救家己，人拢需要主啊，你的宝血来遮盖，来洗净，来洁净咱。主啊，今仔日咱谦卑、感恩，会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十字架流宝血的面前，咱带着。一个感恩的心，别来领受，别来思想，主啊，你的宝血在咱生命中的拯救，在咱生命中的逃亡，在咱生命中的医治。你不会来，我会等。
再叫呀，崇拜，现在主恩头已戴。
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这就是咱这人伫你面头前献上的敬拜甲俄罗，关注你的欢喜，关注你的接纳。阿门。过一礼拜看到你就好，你身边有人，该人讲看到你就好。你搁加一句，看到耶稣更加好，我真是看到恁就真好。兄弟姊妹，现在咱将时间交予咱 Jennifer 姊妹做几样报告。现在哈，我就会为恁来做两项的报告，请咱留意来听。咱头一项的报告就是日日灵修，日日更新。这个是由新加坡维利公会伊所供应的，真正简单。你每一天任何的时阵，就算你三更半暝，你无法度来困的时阵，你真方便的。你只要夹你的手电，然后卡讲6324400007，卡这个号码6324400007。当你一卡入去的时阵，一班囝马上都有一位兄弟伊会来甲你。读一个圣经节，然后过一个主题，伊将会来分享关系到这个圣经节内面的内容，非常的好。只是短短的5分钟到10分钟而已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你啊，随时的任何的时阵，会当打电话入去。过落来，第二的报告就是祈祷会，兄弟姊妹，你伫咧厝内，咱是不是无啥够来见面？但是透过基督会，你会当用 Zoom 的方法来参加这个基督会。这个基督会呢，是每一个礼拜是每时8点到9点半。啊，你来问讲，什么是叫 Zoom？ 兄弟姊妹，唔免担心，如果你来未晓，你当叫你的囝、叫你的孙来帮助你。即马现在，因拢知影讲，什么是叫 Zoom。透过 Zoom， 那会当来彼此的。看到彼此的面，透过 Zoom， 咱会当看到咱兄弟姊妹的面，咱做阵来祈祷，咱只要欢呼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现在我就要为恁来报告要怎样奉献的方式。你当透过手电，也是透过电脑来做奉献，譬如是 PayNow， 也是银行转账，也是要寄支票。如果你是用 PayNow 的，请伫你的手电输入第一。教会的阿嬷名 Bethesda Cathedral。 第二，教会的 UEN 号码 S9GSS0099F S9GSS0099F。 然后是你要奉献的数目，这一道请你注意，若是你要用骗脑的，我们的教会将不来开收条给你。刷落来，如果你是要用银行来转账，请你输入第一教会的银行 OCBC， 第二教会的银行户口号码601-074-123-001 601-074-123-001。第三教会户口的英文名 Bethesda Cathedral。然后就是要你奉献的数目。如果你那是要开支票的，请你就要填写第一，咱教会的名 Bethesda Cathedral； 第二，你的奉献数目。然后寄到教会的地址30蔡奇 Street S468979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那个有其他要奉献的方式，你会当打电来教会，也是打电给咱的小牧师。伊将伊来帮助你，感谢你的奉献，愿上帝大大的祝福你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真欢喜，那蒙上甲恁见面。今日咱人要将神的话语带入咱人每一日的生命中，咱人要研究到底咧。人的生命咧，属灵的生命，咱人啊，这款会当来运行。也未讲到今日的题目之前咧，咱来先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恩
你给我们的救恩，我感谢你，因为给我这讲到你耶稣为我们定死了十字架顶，你也为着我们的缘故来给我。主耶稣，今日我感谢你，不但给我们救恩，你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给我们得胜的生命。因为耶稣活着，我们会当跟着耶稣有日日得胜，搁得胜，有搁较侪快乐。主耶稣来行你的道路，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今日我求你来带我进入属灵界来对，和我搁较明白，我唔是活伫咧自然界，我也是有一个属灵界。主耶稣不但爱开我的目睭，今日主耶稣也和我明白，拿到属灵界来对诶美好诶应允。主啊，今日我求你圣灵，无论是实体还是拿到网上的人，有看这个频道的，也是有甲我做阵敬拜的。主耶稣，你的圣灵降落，大大来充满伊人，互伊人听的人听了明白，互伊人看的人看了明白，互伊人主耶稣对你搁较亲近，有亲近的心。我感谢你，我安尼款祈祷，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你身边也是讲有人跟人讲阿门。今日咱能够继续来讲这个五种的感觉器官。顶一班我讲到五种来对，咱讲到人生五味，咱讲到人生五味的时阵呢，我甲恁讲的就是咱人的身体嘛是有五个感觉的器官。咱会知影这个感觉的器官呢到底是啥物咧？啊，顶个礼拜咧，顶一班唔是顶个礼拜。就是那顶个月咧，你也是讲无听到我迄篇道咯，你会使开 YouTube 来听我这篇道，就是五个感官。我讲到目睭就是视觉，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触摸的能力，就是这个望的能力。到底呢，这个望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其中一个感官呢，咱看到的就是叫做什么呢？就是叫做触觉，就是咱人用咱人的手。啊，我会记得我的查某囝不常时甲我的孙，我从我的孙真细汉的时阵，啊，你知影囡仔佚佗的时阵哈，无欢喜吼，啊，就用手来拍因。小弟啊，怕伊小妹啊无欢喜的时阵哈，就这个拳头啊吼，就啊，你看哦，要整人，要唬人。我会记，我的查某囝讲这句话，伊讲 ，hands are used for love, not for hitting。什么意思呢？伊意思就是讲，这那人的手哈、啊，是用来杀养人，用来爱人的，是用来。爱伊的兄弟姊妹，唔是用拳头部来整人，唔是用手来拍人。所以咧，咱看到主耶稣给咱两只手，两只手是做啥物咧？这两只手，左手正手咧，是给咱人下当来用这好好来用这两只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知无？人会。这个手是真重要，人帮人哈，这个帮哈的能力哈啊，你也是讲真正确的帮迄个人，比如一个人，伊也是讲灰心的时阵啊，啊你个拍拍肩只头讲，哎，卖伤心，卖烦恼，你知影无？你的手带来偌多的能力，你的手带来偌多的安慰，啊你的囡仔跌倒的时阵哈，啊你的手出。就去看伊的手，讲免惊，免惊。除了你的话讲，你的手嘛是有这个能力来做安慰的工具，来安慰你的囝，也是安慰别人。所以，咱人通常咧伸出人的手，咱人讲着伸出人的手，就是讲帮助人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个手咧，也是讲咧，咱无手的时阵是偌无方便吼啊！咱的手也是讲哈拗着吼，哇，袂当起
啊，偌无方便吼、哦，所以咧，这两只手其实咧是真活动的啊，这两只手哈，会使做真侪物件的啊，所以咧，咱福建有一句话讲，倒卡手，什么意思咧？就是讲用咱人加一双手来帮助人，这个意思。我也未讲到之前呢，我要甲恁讲的，就是咱有款的这个感觉观啊，今日咧，咱讲的是什么咧？手，甲隔壁人讲手，当然啊，爱会记得，咱来到教会吼，咱袂使当金什么咧？牵手，咱也袂使握手，咱也讲吼，爱来彼此的欢迎吼，咱茫白白路会使挥挥手吼，安尼款正是牧师安尼款做吼，因为这也是政府的法律，就是咱爱挂口罩，咱个手爱洗清气，咱个手吼卖乱煮动物件，咱个手也卖乱煮动人，因为有这个瘟疫的关系吼，所以来个教会，讲到来个教会，爱会记不。但拿掉这个网络上吼，那人有这个讲到，那人实体也是已经开始了，也是讲你爱最不甲阮来俄罗斯，最不甲阮来敬拜主咧，每一礼拜六九点，阿兄你身边有人该讲，每一礼拜六九点，那二楼咧，人有实。体的敬拜，这头咧讲到手，我要甲你讲一个故事。那美国那条1944年咧，有一个这个科学家，伊要做这个试验。这个试验是啥物？啊，怎样讲？人对这个棒，这个棒哈、的力量有偌大？所以咧，其实咧，伊就用啥物来做这个？试验，这个试验吼就是 experiment， 伊阿怎做咧？就是伊拿掉这地方咧有40个，比如出事的阿阿姨，这40个出事的阿姨咧，20个阿阿姨啊，伊放拿这个地方吼，这个地方是真特别的地方，啊，唔是去恶事的地方，是讲啊，伊拿掉这个地方咧，伊和这个阿阿姨咧有这秘书，秘书照顾。特地咧，米西会去食，会去换尿布。米西会将一切做甲真好，家人掌握啊，做应该做嘅物件。但是有一项物件，因人无做嘅哈，就是无去看这阿姨，无去注意这阿姨，无去特别的用爱心来抱这个阿姨，咱知影。红红的是需要抱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迷思呢，这群迷思呢，伊人要做的这个试验，就是讲什么呢？爱知影讲，人到底对抱男甲人吼之间吼，那人用这个手来摸吼，有偌大的影响？有够窄，有够轻，有够宽，甲。有够供应，这才是人所需要，就够了咩？你想，有一间厝，但是厝内底有电，但是无爱；有一张眠床，但是这个眠床是冷的，无人睏，不如一张眠床。这个厝内底阿松是空空的，你想，这间厝是偌冷静？是同款的，人的需要只是物件吗？这个就是伊人爱做出来，和红阿姨传播够无？你想咧？你问身边的人，阿说你身边有一个阿公阿妈，阿是你厝内人够无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答案就是无够。因为人需要人别人的关心，人需要别人的照顾，这人需要的是爱的充满。所以你看阿公伊，不如出事，虽然给伊人真多的物件，该人做甲好好，但是因为米是无看的人，无抱的人，你知影这
岛的红阿姨一半无到四个月死翘翘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日就讲到咧，即个处决就是亡亡吼亡的灵力。咱所讲的即个处决咧，就是上帝要使用你的手来借着你的手来讲出爱的故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要借着你的手去帮人的心，和人的冷淡的心变成有耶稣的生命。阿门。无，甲隔壁人讲，今日上帝爱帮你，什么意思呢？今日上帝爱来感动你，这个意思，哈。所以呢，咱看到这个处决，拿掉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四节，这第十四节呢，就按呢款讲，咱来有圣经的经历哦，咱爱拿神的话语来对，咱爱讨论呢。这个处决，所以我们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嘛，有圣经的可以来看。这道讲到什么呢？耶稣出来见到一大群的人，就是很多人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医好因的病，医好就是医治好因的病。这道耶稣看到真侪人，就医治因。这道无讲到耶稣用手，还是用嘴来医治。咱搁进一步刷落来，有真侪经节，予咱看到的。头头咱人爱看的，就是咧，什么是？生命的开始，咱会知影，圣灵就是生命的开始。拿掉创世纪，咱知影讲，神的圣灵哈，吹入人，神的圣灵吹入人的时阵呢，就何人咧感觉主的生命，何人有这个生命？所以咧，拿这道咧，有一个人叫丁尼森。丁尼森安尼款讲，伊讲上帝比咱人呼吸搁较近，比咱人的手甲脚搁较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即道看到的，就是咧，咱人啊的生命唔是肉体，咱的生命嘛是有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这属灵的生命咧，有五个，咱人现在要讲的，就是关于到这个触觉。这个触觉咧，就是讲到耶稣拿马可福音第五十马可福音的五十六节，咱来看耶稣诶，拿掉圣经来对吼啊，马可福音第六节五十六，请给我这个经节，凡耶稣所教的地方，就是凡耶稣所去教的地方，无论呢，咱看到的是拿掉啊城里，还是拿掉这个村庄，还是拿掉啊这个甘榜来对，咱看到的无论耶稣拿城市，无论耶稣拿奥切洛，还是耶稣拿三巴湾。啊，是耶稣拿乌伦，啊，是耶稣拿掉伊孙啊，摩桥大巴窑，哈，啊，是耶稣拿掉菜市木路，这个意思，伊拢因拢将病人，因就是讲人啊，人听到耶稣要来了啊，即在的人呢，会知影讲耶稣会当做神迹。即在人就将病人放伫倒来咧，放伫路市上，路就是路口，就是讲放那路上，无论咧耶稣到甲倒落，因人就将病人咧带甲倒落，因人就求耶稣咧，只爱摸着伊的衫裤的，即个叫做人叫做什么咧？衫裤的
惠子的意思呢，就是衫裤，犹太人的衫裤呢，迄阵穿的吼，因人的衫裤有袖啊，就是呢，迄仔的人呢，摸到伊的衫裤的袖啊，所有摸到的人，拢会得到医治。这道讲什么呢？这道讲呢，原来吼，耶稣行过的时阵，摸到的人。就得到医治，哇！原来摸到人吼是有能力的，因为有能力，由耶稣啊出来，人就得到这能力啦。那人怎样讲吼？电吼？那人怎样？这个电吼，阿是讲那人吼无小心嘛，手淡嘛，所以从细到大，咱听到老人家讲，手淡袂使去摸电。啊，怎呢？你碰到电啊，就缩掉啊，缩掉了就啊怎呢？麻痹啊，就会死吗？所以呢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就是讲啊，人的身骨其实吼是电嘞，有电嘞，那有电啊。所以那人吼啊是讲吼，那有耶稣的圣灵。耶稣讲什么？圣灵徛在人内底，圣灵的能力就是干哪？电啊！你看圣灵的灵力，你当然有圣灵的充满。圣经来对讲哈，圣灵的充满咧，圣灵是亲像一粒炸弹。拿掉使徒行传，直到讲圣灵的灵力咧是 dynamo 啊，唔是迄个水山迄个撒文粉哈 ，dynamo， 这个意思 ，dynamo 意思是讲哈，哇，真正有。这个效果真正有这个能力。耶稣啊，伊行过，摸到伊的衫，就有这个医治的能力。所以会记得袂？有一个人流血十二年哦，一个妇女流血十二年，伊一个摸到耶稣，伊就得到医治。我会记得，我去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阵，拿掉飞机。飞机场有拄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咧，伊讲伊爱接受耶稣，伊叫我为基督。过后咧，我为基督，我牵伊的手为伊基督的时阵咧，基督完，伊问我一句话，伊讲你身躯顶吼真遮侪灵力咧，你会使将你灵力吼？好我呗，你想讲啊，是拍功夫啊，哇，拍功夫，敢那咱古早看吼，这个武侠片吼，哇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安尼看吼，这个能力就入迄个人来对，哎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戏拢做诶吼，啊，当今呢，咱人嘛会使噔噔噔噔噔得到能力是安怎咧？咱亲君主，主耶稣讲，我离开，我有一个保卫师，这个保卫师。来，进入你的心呢？我和你保卫书，保卫书就是圣灵，圣灵的灵力会使影响人的，圣灵的灵力会使改变人的，圣灵的力更加会使将人来医治好。哈利路亚无？你阿兄同意？你开声来讲哈利路亚。上帝复活了，所以呢，因为神的能力呢，将耶稣那十字架顶复活升天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也是讲要做一个有影响的人，咱就爱先望耶稣。什么是叫先望耶稣？咱就爱拿到耶稣的同在来对，才着读圣经，才着祈祷，才着达你阿罗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，Amen。所以咧，咱望到耶稣，咱就会使望到人。这道讲属灵的身体是甚么咧？咱知影讲，顶个礼拜已经讲到了属灵哈的身体嘛有五个感觉的器官，但是这个感觉的器官吼，那人爱吃着信心，因为人除了神呢，是袂当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所以拿掉自然界来对咧，那人讲着望，什么是望咧？拿掉自然界来对咧，这个望咧就是代表什么咧？伊就是代表交通啊，
当咱甲人吼，你望我，我望你吼，啊，那细汉的时阵是不是有沟通啊？所以哈，啊，讲啊，做招待员吼，那人爱大力的细汉，就是代表讲，哇，我真正欢迎你啊！讲细汉的时阵呢，啊，冷冰冷冰吼，无力无力哈，哇，这个代表是甚么呢？哎。我唔是讲真正注重你，佮代表是甚物咧？接受，佮代表是甚物咧？欢迎的意思。那拿着圣经来对哈，正手，正手吼，按手吼，代表着甚物咧？代表着力量。所以咱看到吼，当这个约瑟来接受接受伊爸爸的祝福的时阵。啊，咱看到咧，阿伯拉罕祝福伊的囡仔，也是用正手来祝福。啊，感谢主吼，我这达官，伊也未过身之前，伊也为我做一个祝福。这个祝福，伊用伊的正手来祝福我。所以咧，感恩的就是，伊祝福我什么咧？伊祝福我。更加有上帝使用我，咱拿掉自然界来对，拿掉属灵界来对咧，啊，怎款甲上帝有这个沟通咧？咱会知影讲拿掉属灵界来对，就是甲神有相度。拿掉这个但以理书吼的第十章，第十章第十节，第到第十六节，马稍讲到什么咧？啊，这个经节咧，亲爱兄弟朋友，你不？感觉有出无？你不感觉讲灰心无？你不感觉讲哎呀，算了吧啊！这个默默收无？咱知影吼，咱人生吼有五个味道。当你有这款的心情的时阵，你卖放弃，因为呐，属灵界来对上帝。要帮你，上帝要给你力量。你看到拿到属灵界来对，但你讲这道圣经讲什么？忽然间有一个手按在我的身顶，和我用这个脚头甲手和我来支持着，有一位亲像人摸我的嘴，有一位亲像人搁摸我，予我有力量。我唔知道你有这个经验无？有时阵拿条教会来对，牧师会叫人出来。你人有甚物需要，你人出来。当你人出来时阵，有可能咧。人牧师为你祈祷咧，你忽然间咧会感觉要哭，你忽然间感觉真正感动，你会感觉上帝的同在。你看无，但是你的感觉观有感觉。我会记真侪年前咧，我去头前买好这位传道人祈祷的时阵。但是咧，因为迄个传道人真出名，所以真侪人等伊祈祷。有可能我是拜老伯，伊我等等等等等等吼，等我看目睭，开目睭，看目睭，搁开目睭吼，看伊第时来到我的身边来按手为我祈祷。等了真久咧，我就决定讲，卖等了，我家己甲上帝祈祷，我就。拿掉我的灵界来对，跟上帝讲话。当我跟上帝讲话的时阵，我忽然间呢，就发现到讲，有一个人按手拿我的肩胛头，我就迄阵的感觉，哇，真正得到安慰，迄个喜乐、盼望、平安，就进入我的心。但是，祈祷完，我开我目睭，我身边无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人有时阵爱人为人祈祷，但是咧，我迄日咧，领受着讲，原来上帝会当，那咱人上需要的时阵，伊会当用伊的手。来帮助人，好不？今日咱人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你来触摸着我，我需要你。所以
迄个经验就互我看到讲，我爱不相信来仰望上帝，上帝时时刻刻嘛会当来望着我。那咱个属灵的感官啊，其实咧，也是讲咱人开起来，这个这个 Wesley 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讲着什么咧？伊讲着属灵的界咧，这个属灵的感官就是属灵的知识的入口。伊讲属灵感官咧是何人会起起来，何人会使来领受圣灵上帝的。的同在，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天国。耶稣迄阵咧，到处啊，伊五路会去传福音，有真侪人听了未明白。其实耶稣所讲的天国，就爱人开伊的属灵界，才会明白什么是神的天国。所以这道咧，咱知影，亲像咧身体的五的感官咧，咱会使来体验，就是咱会使来体验这个生活的管道。那咱知影属灵的感官咧，嘛是开了咱人对属灵界的明白。所以咧，卖忘记，咱人的身体的感官，就是可能会使有经验。生活，那咱个属灵界的感官呢，就对属灵界的明白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呢，属灵界呢是真奇妙的。上帝拜那人，不如用那人的属事的眼光去看物件，用属事的耳孔去听物件，用属事的耳孔去食物件。个落来刷落来咧，我会讲到咧，咱人会吹啊，啊，足罕会食到耶稣的美好，咱人的鼻腔咧，啊，足罕会闻到耶稣的香味。但是咧，今日爱记得，耶稣爱帮到恁人每一个人的性命。所以呐，这道咧，咱看到咧，神成为肉身，是为了什么咧？神是为肉身。上帝都太初有道，道跟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但是道成为了肉身，那咱中间走三年半时间，是为着什么呢？因为伊也是讲无道成为肉身，咱们那看得到伊，对唔对？当时呢，咱人。知影讲，伊拿掉这个地顶行，今日呢，如果你讲耶稣是2000年前的，拿掉地顶行，我今日也看不到伊。但是人看不到耶稣，人却看到耶稣的百姓。你甲我就是成为耶稣的管道，就是耶稣的管道，耶稣的器皿，耶稣所使人。那咱的身躯顶是看得到耶稣的，不但人，那咱身躯顶看得到耶稣，也是讲人愿意开伊人的心，属灵的心，伊人那属灵界内底嘛会当看到耶稣。虽然看到耶稣，唔是看，可能咱人用自然界看到一个人安尼看，但是伊人会看到耶稣的拯救，伊人会看到耶稣的美好，借着圣经这本册，人会明白神的道，借着基督上帝的圣灵充满着这个人，拿着属灵界来对，人是会看到异象。阿们无，我讲到异象真侪拜了，所以咧，咱看到耶稣嘛是迄站来，何人会使来触摸到伊的身体，亲像伊的妈妈玛利亚摸到伊，我相信伊那 baby 的时阵，那伊玛利亚哈来抱伊，亲像伊拿掉咧正人当中咧。伊人会望到伊，亲像咧门徒咧嘛会望到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人看到咧，神
成为人，来予咱人会当明白神是爱，才着神的爱。咱人知影讲，咱会使来帮别人。咱讲着帮咧，咱爱拿圣经来对，搁再看几个经节。头一个经节咧，咱看到的就是拿掉创世纪，创世纪。你知吼，讲到帮吼，啊，咱知影当时咧，上帝创造达波，创造查波，亚当甲夏娃的时阵，上帝就予因人即个命令，讲你袂使食即个树啊的果子，也袂使帮，你帮就会死啊。什么意思咧？因为咧，即个树啊，上帝讲。你就爱来顺服我，你忘就会死。但是咱知影故事的结果，就是因人忘了，因人佫食了，所以人死。咱人刷落来咧，咱会讲到有甚物物件，上帝叫咱袂使忘的，咱就唔通去忘。啊，卖吼有即、這个手杖吼啊。去帮啊，亲像吼囡仔安尼看啦，你叫伊讲卖开窗仔门，伊就手就去开窗仔门；卖开煤气，伊就手就开煤气，压着火。啊，卖啊，耍黑白啊，伊人去耍黑白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有这个效果。所以咧，咱人哪知道看到讲啊，帮的意思，这个就是那创世纪，国有咧耶稣的事工，耶稣的服侍，咱人看到。耶稣阿怎拿掉这个世间来亡人的性命？咱讲到都成为肉身，拿掉这个马可福音，耶稣亡掉臭鱼人的鱼腔，就医好一人。个耶稣咧啊，亡掉咧啊一个妇女，一人嘛得到医治。所以咱早看咧，就是咧。拿掉这刀咧，拿掉啊！这刀那人啊，是讲去台前咧，何人帮？甲咱祈祷的时阵咧，头先讲了，就是祈祷的时阵，咱咪望到耶稣，佮刷落来时间的缘故，那人紧紧的来讲，耶稣向着这个啊太过软弱的。病人望到一人，一人的太过病就好了。我耶稣用手来望到彼得的丈母，就医治医好了。耶稣望到痴迷的目睭，一人就好了。所以咧，耶稣望到另外一个痴迷的目睭，一人也看见了。所以即在的经节跟咱讲，耶稣是用手来望人的。当伊用手来望人的时阵咧，人就会。就医治逃亡自由，人就会得到改变。阿门。所以今日咧，你爱会记得，无论你有啥物病痛，只爱叫啥个名？啥个名？耶稣的名。只爱叫耶稣做啥物？耶稣，请你来帮我的目睭，我的目睭看无。耶稣，请你来帮我的脚趾啊，跟肩胛头，帮我的头。叫耶稣来帮你，叫圣灵来服侍你。阿门。嗰那旧约里底，咱头先看到新约就是关于耶稣。嗰另外一个旧约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咱看到这个以赛亚的故事。这个以赛亚咧，就是咧，伊拿掉这个第六章的时阵，当时王哈啊过身的时阵咧。咱看到咧，这个以赛亚咧，伊看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甚物咧？伊那基督内底咧，伊看到家己无清气，无清气，哎呦，我袂使服侍神啊，我袂配得这个服侍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是圣洁的。伊看到，伊就基督，但是咧，你知无？伊却看到这个撒拉菲吼，就是这个天使吼，来到伊面前，手举着什么咧？红毯，将这个毯咧来摸着伊的嘴，哇！摸着伊嘴，我想哈，这个感觉吼，啊，像是真实的，唔是异象啊，定就是吼，
这个嘴就是落皮啊，佮红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是一个意象啊。伊当呢，伊摸到伊的嘴的时阵呢，你知影？上帝就该讲，你的罪孽已经是丢掉了，你的罪恶一定借着赦免了。今日兄弟姊妹，那人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借着耶稣的牺牲，那人的罪孽也是抵去了，那人的罪恶也无了。所以呢，借着羔羊的关系。羔羊在我之上成为义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人看到这个华语，就是中国的字，这个羔羊拿掉我的脚呢，是这个义这个意思。所以今日呢，来侍奉主的人，那人爱讲，耶稣感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来侍奉，让。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那人也是讲咧，今日咧，咱家己咧，阁有一寡歹的习惯，那人今日知影讲，那人家己咧，阁有一款捆绑咧，家己无变解决咧，家己无变逃放家己嘅，今日下当来基督讲主啊，将你的痛。来舔着我的嘴，将你来改变我，因为主讲到动下，这个那人讲到这用手来摸，用手来动咧。圣经内底讲，耶稣一四过去摸着人，伊摸的时阵，人就得到医治，唔是咧。像一群人咧摸你的时阵，狗狗站，唔是摸耶稣是圣洁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咧，直到耶稣叫那人咧，就是爱出来。今年咱的主题就是什么咧？拿掉一个时阵，咱看到 Pastor Jonathan， 伊讲到爱，手清洁，心爱什么咧？清气，这道咧就是咱今日的主，今年的主题就是讲到什么咧？那人爱帮丢的物件，那人爱帮圣洁的物件，咱卖乱主帮，尤其是迄件物件吼，是这个垃圾的物件，咱卖帮。你知影古早那叫旧约的时阵，伊那一个帮吼，心无喜悦的物件，七日都爱关的关人出来对，七日。都爱洗清气家己，咱今日也是讲有甚物未清气的物件，咱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咱人，好不？今日咧，咱人看到圣经讲到这句话，伊讲咱人爱拿掉罪人，爱拿掉咧，因人中间出来，意思就是讲咱人爱拿掉吼，迄起咧无行正路的人。垃圾的人会中间出来，甲伊人分别，上帝爱咱人分别为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咱人爱做一个头，卖做一个尾，咱人爱，互人看到讲上帝是圣洁的，圣经嘛有讲上帝是圣洁，所以咱人爱做一个圣洁的人。有真侪基督徒，当今呢进入。世间的文化，兄弟姊妹，咱人的文化是天国的文化。虽然有唐人的文化，有阿摩的文化，世界拢有家己的文化，国家拢有家己的文化，家庭拢有家己的文化。但是你甲我的文化，上帝大的文化，就是这个天国的文化。咱袂使吼，因为知影上帝无欢喜，咱搁惊。古早的道路，那人爱放下古早的物件向前行，所以今日咧，上帝讲咧，那人未使顺着那人的这个家己的自然界的感觉这个器官来行，那人却爱顺着圣灵来行。什么是顺着圣灵来行？就是做主的器皿。兄弟姊妹，咱会使成为上帝的管道，就是成为上帝的器皿，来帮别人的性命，来散播伊的爱，来
用上帝的爱去感动别人。所以咱看到咧，咱人除了会使行掉上帝的爱，这道圣经讲，咱嘛会使为人祈祷，看到边听诶啊，这兄弟姊妹看到边听诶啊，同事，我古早做工的时阵，每一摆咧，我看到同事破病的时阵咧，我就问伊人。你爱我为你祈祷嘛？啊，我看到人艰苦，我讲我使为你祝福无？我就是为伊人祈祷。这道嘛讲，阿小娘中间有人破病无？会使叫长老来为人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温故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咧，上帝爱你，做伊的器皿来望人，因为。爱就爱行出来的，有一个知名的作家叫做 Helen Keller。Helen Keller 咧，伊写真侪本册，伊讲这個，伊讲你未帮到爱，什么意思咧？爱乜来帮未到？干那囡仔破病发烧啊，咱帮伊头，乜那帮未到？但是咧，伊却讲咧，爱唔是把路硬帮，爱会使感受到伊一切的。甘甜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好无？咱今日来做上帝的器皿，咱今日来拿掉连接来对，和上帝来帮咱人，咱啊来帮别人。阿门。咱现在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知影你讲主啊，你的手主啊是奇妙的双手。这个奇妙的双手带着你的爱的力量，今日你爱来温膏我们的手，主啊，让我们这双手，主耶稣，是做白米物件，是单单的来传你的爱向这世间人。主啊，今日我们求你不但的主啊，我们爱做你的器皿，我也求你今日来医治有病痛的，因为你说你有这个奇这双奇妙的双手，当你望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医治头房自由盼望还有喜乐和平安。所以主，今日我们呼求你的就是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生命就改变，伊比阮做恁，你的器皿来为你传福音，和人得到你的祝福。我安尼看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搁一摆讲，阿是讲你有甚物病痛，你会当打电话牧师。搁有咧，你也想爱来实体的敬拜咧，让每一个拜六是九点拿掉二楼。啊，今日咧啊拿掉结束之前咧，我爱为恁做一个祈祷。祈祷就是你若是讲要耶稣帮到你的心改变你咧，你会使一句一句。甲我祈祷，你安尼款祈祷讲，亲爱主耶稣，我相信你为我死那十字架顶三日过后复活了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无变当真家己。我求你耶稣帮着我的心，和我主耶稣生命得到你的爱。我现在愿意主耶稣。开我的心，开我的魂，开我的灵，来接受你做我的救恩主。主耶稣，现在进入我的心，让我的心充满着你的爱、你的平安和你的恩望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接受我做你的儿女。我按你款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，我现在恭喜你，因为你接受耶稣降进入你的心啊！你也是讲需要更加多班长呢，你会使打电话来蔡记秘书大堂，这个秘书大堂的电话是6444-5981，5891啊！
你看背头声吼，唔是高头声，过来过来过来，重复六四四四五八九一，阿门无啊？阿门啊！六四四四五八九一，这就是阮的电话号码。愿主祝福你，愿主充满你。主啊，感谢你的话语，让咱知影你是安尼会疼咱。咱伫个人生中，会当真捌着你主耶稣，是咱一生第一大的福分。因为有你甲咱同在，咱的每一日拢是稳定，咱每一步拢是靠着你的稳定。兄弟姊妹，咱最近过一摆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回应主的爱，甲主讲：主啊，你就是我的主，我一生就要单单的跟随你，一步过一步，会行完我的人生路，阮必永远伫你内面。感谢主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恁众人同在。阿门。咱下个礼拜再见面。Thank you.